朋友讲，上影水产是台北市伫滨江国菜市场内底鱼市场上界大诶，食日本料理诶所在。不过伫遮爱立吞，啥物叫立吞？就是徛咧食啦。小姐，啊你某遮大只，敢袂皮皮抓？蜘蛛蟹呀、喔！诶、欸，蜘蛛蟹哦、喔！啊，这虾呐啊，很轻的，很轻很美安尼哦。哇塞！那个什么可以带回家？哦，可以带回家哦。哦，啊，这一斤多少？2057。啊？2057。一只还是一斤？一斤。一斤2057哦。而且几只差不多几斤？不一定呢，小只一点的话大概3公斤多。三公斤多。大只的话可能到5公斤。大致到5公斤啊，目前还没有到那么大，所以它10公斤多，快5公斤。所以是2-3公斤的比较多就对了。没有2-3公斤，3公斤。3公斤，3到4，哎，咱今麦几号？咱去了3月3号，啊，今麦在4号，连平日的11点都要等30个人。啊，咱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我今日在洗洗啊，咱可以逛一逛。哦。遮平均含去这个三井日本料理店。诶，店内底食呢，差不多拢熟一半以上啦。不过要食到吼，哦，真淡呢。啊，你这两只要孵出来，确定你用掠去拆只萝卜。家拢刷工，我说堆堆东西。家是生蚝区，生蚝区，然后这边就比较不用排队，等一下会看到那边很恐怖的食材，弄就先。去外面那边吃。啊，基本上15号到20号哦。嗯。你老是辉哥嘛哈。嗯。哦，就那一只30块，所以伊其实是比一般的餐厅搁较俗嘛。一半的价钱。一半到3成。啊、哦，一半到30%的价钱。这几分100块少啊？嗯。我门口没被涨。鲑鱼蒸饭嘛。对。你刚才想要吃鹰虾、樱花虾，够不够？我这是呢冰淇淋抹茶啦，哈。这也是冻袂掉的，这买食食的。对对。啊，我到买些有味。这是炭烤区嘛？哈，我们三十号啊，这边搞烂啊！
终于三十二号啊！33，谢谢先生。哇，轮到我们了，站进来了。无椅啊，通坐吼，干人会当徛的尔。哇，赞赞赞，啤酒来啊！啊，没甲阿三姨讲。哎呀，这三鲜米的副汤哦。这现磨的呢，现磨的 wasabi 呢，好吃不？好吃不？还没开始吃，好吃不？好吃。最后你几天没吃饭啊？存三年才有办法来吃一次。